為疫情嘅關係咧，依家大家都少咗出街啊，咁所以今次咧我就介紹一個DIY 嘅刺绣材料包，咁咧佢系可以整到咧深喉针同埋刺绣嘅花环嘅。另外佢入边咧都有啲教学嘅材料，咁就喺屋企都可以自己整到啦。这个 DIY 的材料包呢，除了它有所需的工具和材料之外呢，另外是因为自学的关系，所以呢它就会有一本说明书，一条 YouTube 的短片，还有会在 Zoom 有一个 Q&A 的 session， 到时自学就没有难度了。